舌，他讲，来点蜡，我抱一点病人来。好大只哦，因为那个手那个什么好小，这样子。啊，妈妈那边的哈，那个舌头有这么长的？没有。那种骨折，妈妈的馒头，现在咬，他就是那个。小牙宝，那等你后面。我再打架。啊。然后那个蛇就死在那边了，家里人不知道，其实现在狗对到了，我们也去看，然后过后就那边我也，你是那个狗没有关，它就会跑出来，那肯定找那个狗找没有，躺在那个水里面，我知道。已经应该是有东西的，然后它同时也是流。是啊，我两应该会，如果是他们两个打架，应该是差不多这两块一起打，一起死。